月月又打针了呀。是啊，我怕。嗯，我们上次不是才打过没几天吗？咋又打呢？哎，这个针呀是提高你们智力的。哦，提高智力。我们脑子都挺好的，提高啥呀？我还记得上一年的256天的时候，你还请过我家长呢。爷爷，我记忆力也没问题，去年你教我背的古诗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呢。爷爷，我三岁生日的时候，你还给我送了个蛋糕呢，你忘了？哎呦我去！哎，咋我不记得呢？爷爷啊，我觉得你这年纪大了，你应该打这预防针。你瞧，你的记忆力都下降了，还能防止你老年痴呆呢。对。可能呢，我记忆力不好的话，那我能教得了你们啊？爷爷，你记忆力不好就是记忆力好，别狡辩啊！来，拿这个。你给我这个纸干嘛呀？哎呀，我奶奶老年痴呆的时候就爱撕纸。你咋知道的呢？爷爷，你看吧，老年痴呆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你就赶紧承认吧，赶紧打针，别再让我们打针了。这我不就是个习惯吗？我记忆力不行，我老年痴呆呀。爷爷，那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咱们上一年213天的时候，中午在食堂吃的啥饭呀？这我哪能知道啊？这都过去多久了呀？难道你知道啊？爷爷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天中午咱们吃的是干煸土豆丝和豆角烧茄子。哎，你咋知道的？瞎蒙的。哎呦我去！爷爷，你就赶紧承认你自己记忆力低吧。赶紧打针吧。这个也说明不了我记忆力不行。那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爷爷你听好了啊。去年第250天是星期几你知道吗？250天。这过去真的时间太久了，这星期几谁会记呀？那好，爷爷我告诉你，那天呀是星期天。你咋他也知道的呀？瞎蒙的。爷爷你还是赶紧承认你自己记忆力低吧。爷爷，快打针吧！快打！扎了！好好的，别动！小点儿！妈妈，我疼呀！妈妈，我要找我妈妈去。原来爷爷打针，他也怕疼啊！哎，蝎子精呀，咋的？你说那七娃他这次考试咋又是第一名呢？他不会是抄的吧？抄的我也觉得是，就他平时那上课睡觉那样，不好好学习还考第一。哎，肯定不行，肯定是作弊的。我也发现了，他一上课他不是睡觉就是吃零食，那考第一那天理不容啊。就是，而且是啥呢，他咋说呢，反正咱们非要逮到他，逮到他作弊完了以后，把他交给校长，好好讲。说，哎呀，咋了？有人呼了我一巴掌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旁边就我一个人，都没人了，谁打你？那可能吗？你这说点现实点的呢。感觉真的跟有人呼了我一巴掌一样。哎呀，这心理作祟呢，这不可能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就那气，咋了？你这，哎。这到底咋回事儿啊？哎，感觉有人拉了我一下耳朵。哎，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们就是觉得那七娃呀，他上课睡觉还考第一，每回都是。哎，跟你们说啊，那七娃实在因为他爸爸是校长，要不然的话啊，他怎么可能每次都考100分呢？老师也不会给他考那么多呀，是不是？他每天不是睡觉就是吃零食。我就说嘛，他肯定作弊。哎，谁这丢揪我脑袋来着？是啥玩意儿？我是不是闹死？哎呀，谁掐了我一下呢？这是？看来是真的啊！谁？六娃吗？哎呀，这不可能！六娃他已经去国外留学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也是说呀，这哎呀，感觉有人踹了我一脚呢，杆子。哎，莫名其妙啊，有人在后面打我一下，咋回事啊？哎，这也太神奇了，是啥情况？哎呀，这吓唬爷爷了，这是谁呀？干啥呢？瞅回来，到底是谁呀？装神弄鬼了？就是你看。
现身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！七娃，七娃，你啥时候来这儿的？就是啊，吓死人了！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哎呀，哼，我一直都在这儿啊，再叫你们背后说我坏话。那意思是刚刚打我的人是你啊？掐我的人也是你啊？推我的人也是你啊？哎呀，不是七娃，咱你我们咋看不到呢？刚才？因为我使了隐身术呀，你们当然看不见我了呀。不会吧，这不是六娃的技能吗？难道是六娃把隐身术交给你了？怎么可能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哎呦我去，太高了呢。啊，我身体怎么会发光呢？啊，我这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我自己了呢？oh, no. 算了，先不管了，先上课了。这么神奇 啊！哎，那你咋现在又变回来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时间到了呗。那七娃，那狗屎在哪儿踩的呀？我们现在也过去踩踩。就在那大门口。啊，我找到了。哎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啊，都还瞌睡呢，这是几步呀？六步呢，你还不少钱儿。哎呀，来稍等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机器人啊？啊，咋的了？他干啥的呀？哎，我呢以后就属于离职人员了，公交呢以后不需要这种售票员了，都采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售票员了。剩下的你们就问他了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哈喽，你好，我是第八代机器人，我叫小绿。啊，我们能上了不？可以上，但是我们有三种模式供您选择，请您选择哪一种模式？哪三种啊？一，简易模式；二，一般模式；三，刺激模式。请问您选择哪一种？啊，我不咋地喜欢刺激，就简易模式吧。简易模式。请上车，好。啊？给我们来个一般模式吧。对，一般模式。几位啊？两位。好，一般模式，请上车，坐地上。坐地上。机器人呀，我觉得那两个模式都不咋好，我比较好奇那个刺激模式。好的好的，请上车找座位。刺激模式已启动，准备弹射。刺激模式也太爽了。